三、二、一，大家午安，我是林安，你们今天过得好吗？Hello，五谷张力昂，你是头推耶，好厉害哦！超商最美丽，你也来了，嗨，大家好，Hello，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做的是铜板美食，只要30元就能完成，便利商店营养三明治。五谷张力昂，谢谢你的爱心。今天要准备的材料有小面包，还有茶叶蛋跟芥末酱。我们第一个步骤是先把茶叶蛋捣碎，捣碎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拿出我们的爱心小面包，把捣碎的茶叶蛋抹在上面，接着就可以挤上免费的芥末酱，然后就可以把另外一个面包盖上去。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做点装饰，我们就可以用番茄酱挤在上面。我来画一个笑脸，不用30秒就可以完成营养美味的好吃三明治哦。不错嘛，顺啊。